包蛋大家都吃过，烤包蛋你吃过没？没见过的小伙伴继续往下看，我先给你烤一半手。洗好的包蛋哦，用着刀刀分成两半，这真的是个技术活路，又要不把它弄烂，又要把它隔开，要怪只能怪我心灵手巧了。放上我们自制烤架，把切好的蛋放在烤架上面，再给加点蒜蓉在高头，增加点香味。烤的差不多了，撒上孜然粉、辣椒面，准备吃一半手。哦，闻到一股螃蟹的味道，就是可口那泡泡的呀，开始给它整点油过去。嗯，味道相当巴适。可口泡泡的，味道相当不错。关于这道菜，我做一个技术总结：小伙伴们在家里弄的时候，一定要刀工过硬啊，不然真的是切不出来啊。